秘密啊，杰卡就是讲那个，这个就是很下饭呢、啊。一二三四五妹，我是丽丽，夏豆浆，你决定好今天的晚餐了吗？我们五妹美食频道的话，每天5点更新，所以记得要订阅哦。你看我的这颗，就是脸够圆了，还多了一颗。你看我脸够圆了，还有多了两颗。哦，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子呢？因为今天是我们夏恋嘉年华第一次7个人的现场演出，真的好开心哦，对不对？底下有很多粉圆，然后你有可能没办法到场，或在网络上看我们的粉圆，一直给我们加油鼓励这样。每一个我们一一都有真的有看，然后那个看饭啊什么的真的有，哦，好开心哦，好感动的感觉。所以就是参与到这个表演的人，表演的大家真的谢谢。然后我们就要去庆功宴。走吧，好，要开啤酒吗？啤酒，干杯吧，干杯吧，干杯，对，お疲れ様会吧，开喝，啊，耶，耶耶耶耶，今天辛苦了。我们开吃喽！开吃，いただきます。もう、它这个虾仁炒蛋啊，我以为它蛋是干干的，它是超湿润，然后没有全熟，是那个最爽。我这个豆腐啊，它是那种很滑顺，可是它外皮是满满的酱的那一种，所以有同时有那个豆腐的香味跟那个酱的咸味，甜咸都一起吃到，好好吃哦。嗯，那芝芝你在吃什么？这是沙茶牛肉吗？其实你都不是我点的，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沙茶羊肉就是要加一点点辣，还可以提升那个沙茶牛肉的香味。这个就是很下饭呢、啊，然后又跟啤酒很配。对，而且我发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最配的东西，包子啊，包子，我的包子头，大家想吃吗？在吃什么？这个是三只，啊嘞，超好吃，那个咸度刚刚好，还有那个甜甜。妈妈叫我什么？妈妈，你可以给我们看你的盘子吗？超级满满的耶！耶！你还有拿什么呀？还有那个牛肉，高丽菜，很多呢。感觉妈妈已经饿饿了。对啊。哇！哎呀，去！辛苦了。辛苦了。你们在吃什么？我吃的是那个虾仁，我喜欢的那个薯片比较小的，很刚刚的，巴拉巴拉的，很棒。那是我觉得这个超棒，好吃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努力啊。那个是吃虾呀，烤火嘛。这个豆腐也好吃的。好吃对不对？对，你们的努力是最好吃的调味料。玉哥在吃什么？我也是在吃炒饭，可是我推荐的是虾仁炒蛋，好吃对不对？对，超级好吃，超嫩，放在炒饭上面一起吃更好吃，超级浓厚的蛋的那个味道啊，这个蛋！哎，玉哥又在喝啤酒哎，来我帮你倒。哎，这个没有开耶。对。啊，谢谢。嗨，お疲れ様です。大家也辛苦了，为了我们来到花莲的朋友人真的很多。真的。谢谢。我们刚好是那个对不对？1、2、3。YSSL。好像不一样。是说啊，有个人他刚刚还没有开始吃的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Hello。Hello。干嘛？他在自恋，很多卖的画面，大家拍的是吗？三元真的是一一在看粉丝们看的，对不对？三元很帅呀，好帅，帅，帅，他都是这个背景，背景，哇，帅，背景，背景，要看吗？要，哇，是这个背景，啊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味道，味道怎么样？很甜。几颗星呢？几颗星？来，我你买。啊，你。
滚在位，老板。这样拍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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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他。现在吃辣椒。对，阿虎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阿虎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又滚在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行吗？你问什么？问什么？再一次，再一次哦。要的，要的，要的，要。好了，自己看来，看来。喝珍珠奶茶。哇。还有个好漂亮哦！今天辛苦你了，超帅的。这是花莲的特产的锅。不是，花莲的特产是烤鱼啊，牛肉，牛肉也不是特产，不好意思。山猪，山猪肉。哦。这个我们好像都没点到哎。有啦，那个有。花莲的特产。嗯。超好吃。哇。哦，想吃吃看。我最喜欢吃这种大肠。味道很像那个哈姆尼古鸭肉，嗯，那个哈姆尼古不是有分红色的部分跟那个油的部分吗？那种口感跟那个合起来的平衡的感觉，我觉得跟鸭肉有一点像哦，因为他们都蛮属于蛮咸的、啊。那个，你是看正中间那一道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火鸭。嗯。哎，但是我觉得没有那个酷酷的味道。那种烤的话都比较没有苦味啊。好吧，我两位要好，我们四个一起吃。好耶！哎，这里面没有那个白色的锅。对，啊，真的耶，难怪。关日本的绿色，绿色，绿色。绿色好像比较苦一点。甜甜的，还不错，有一点点苦味。你看那脸，看那脸。我们要这样子一样的，我觉得它还好，没有到很难吃，是我可以接受。没有没有没有难吃，可是一开始好吃，可是咬咬牙就那个苦味会爆突然出现，然后后劲都是苦苦的呀。所以是比较大人的味道吗？大人讲吃过大肠。试试看，很好吃，脆脆的。好。他做成你不是大人吗？你也是大人。啊，对不起，我大人大人。大人要来吃大肠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这个超好吃。哇，すごい。你说。你要配一点这个盐。棒棒棒。台湾料理就是要多尝或者你才知道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。嗯。你赶紧辛苦了。辛苦了。都是曼娜编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就是表演之前呢，有很多次练习，然后曼娜老师都教我们，一一教我们怎么做。今天老师觉得我们做的怎么样？超厉害的，很专注的，五颗星。对。大。棒了棒了，第一道，第一道，好吗？我念麦。哇。但是这种久违的舞台，嗯，很开心，因为跟大家一起表演更有成就感，很感动。可能讲第一次的舞台怎么样？没有，我想象就那么紧张，因为我以为会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可是到舞台上看到那个很多很眼熟的粉丝的脸，眼熟的看板，然后就我是熟悉的地方的感觉，所以真的很开心。所以真的谢谢大家，因为今天天气很不好嘛，然后一开始也是雨下雨。我们彩排的时候看到很多人是撑着雨，然后为了要排前面，虽然只是个彩排，可是大家还是呼，然后一起唱歌，还有那个一起的感觉。对，一起加油！哇哇哇！你看，那我们前面有三位男士都默默的在吃饭，有一个没有吃饭啊？有有有有，不卖啊不卖。是什么？你刚刚吃的什么？快点，小布雷波，小布雷波。孩子装饰的吗？小布雷波不了哎。我真的喜欢这个炒饭，有人已经说过吗？有，刚刚有人说过。前面很多人说那个虾仁炒饭很好吃。同意。好，还有很多东西。嗯，我去，我去，两颗星。普通的好吃，但是。这个，我想要的是这个普通的热炒的好吃。今天就是表演一整天，有什么感想吗？太美好了，因为我一直都看刚刚的直播，七个人的画面，七颗星，吃饱了。
老板，你应该也是第一次这么多人一起演出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接着是真的自己多人演出，然后刚刚看的时候，这个迫力满点耶，空舞台给力量，这个力量超过100倍，这样子，我真的真的。每次其实在台上这样看着下面也是很感动的，对。爱你。真讲真讲，你今天这样子演出觉得怎么样？今天太开心了。因为以前的话只有男性的团体嘛，所以我完全没有舞台上也有兴奋的感觉。但是今天的话，有四位美女一起表演，四位吗？那不是，那个算了，那个不用。你也对对对，有帅哥，还有很多美女一起表演的话，怎么不会不开心？当然开心。最难忘的那一刻是什么？其实那个卖的自己的那个部分太帅，我超级努力练习，然后成功赛很开心。还有其实我听说那个上手的新的版本有可能，真的吗？哎，可以在这个，叫我老板，真的。不要我说出来啊！秘密啊，这个就是讲那个上手的新的版本，快好的情报是秘密的。你已经全部说出来了耶！啊，不要说这样子，那个七个人的很帅的版本，可以剪掉吗？一定要剪掉哦。なに持ってんの？なに持ってんの？飲み足りないから持ってんの？はい。飲んで飲んで。啊，这个是新的上手的歌词。真的。啊，不是。今天的感想吧。在舞台上的记忆都没有，可是我有感觉到那个时候很开心又超级好玩的，就是很楽しい的那个气氛的感觉，是一直现在也有。你舞台上没有记忆的意思是舞台上也有睡觉吗？哦，搞不好是。那Mana呢？超级开心，我们几个人还有唐诗，还有 Capsule 的 Buddy 上一起跳哦。唱歌的吧，哇，最高！我牛掰，我牛掰！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荧幕前面可能就我们，可是荧幕后面还有一整天陪我们的 Buddy 桑啊，还有帮我们用头发一直帮我们补妆的化妆师啊，然后没有来现场，可是帮我们就是准备的 Buddy 桑们也很多。那当然这边也是有包含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太紧张的分员们，所以真的要谢谢他们，谢谢。谢谢，爱你，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。老板，你的电话。哎，因为今天唱不卖的意思是，希望大家多多看这个不卖频道。所以还没有订阅不卖美食频道的人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还没有看我们在花莲表演的，也记得要去帮我们看表演哦。还有三元台湾跟三元准备也有影片，要记得去收看哦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别忘记我们不卖美食频道的话，每年5点更新，所以记得要订阅哦。好，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谢谢你，谢谢，怀抱内心的感谢，珍惜眼前的一切。谢谢鸡，谢谢猪，谢谢。